www.ahontp.tw。本节目发表你的这个意见和看法，感谢网友多多起来发表，多谢，多啦。各位亲爱阿宏无所不谈阿兰姐朋友观众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来咱现场电话台北公里29771138，现场电话台北公里29771138。咱这个电话依然是我董树林定正的电话台北公里29771138。来，咱赶紧来看这个社会新闻啊，这速度国际了吼。那么越南暴动，吼、哦，也是准安尼啊，吼、哦。像这个大商啊，哦，伊也顺阿听伊讲吼，伊啊政府吼，哎，啊，敢那某人的顺阿暴民啊来发泄的，哎，三工，嘿，干哪呢？啊，越南哦，哦，政府，哎，听伊讲啦，哦，算讲某是暴民发泄三工安尼啦。敢有这回事？啊，若敢安尼吼，吼、哦，啊，咱台湾的，吼、哦，这个越南的，咱嘛是照常安尼，对不对？嘿，实在想影哦，即卖我甲你讲啊，就世界啦，毋是敢若咱台湾啦，乱七八糟啦，你敢想？敢若这个什么啊？这个一贯道讲哦，这个什么啊？啊，三级莫劫啦，哦，三级莫劫啊啦。哦，天地拢会颠倒病啊！来，这个越民攻击到这个绿企业，吼资产，吼、哦，那么大商、工商，遭殃啊！哦，灾殃啊，受灾殃啊！
中国越南南海冲突升悬，吼、哦，昨昏的时阵演变成群众暴动。越南平阳省工业区昨昏哦一天三喊呐，越南示威民众骑着这个奥多麦，手举越南的这个国旗啊，冲入去厂区示威，并且攻击这个绿。这个大陆的这个干部，嗯，有真侪台商人人自危啦，嗯，平阳省只干那挂出，啊，只要挂出的时阵啊，中文的这个招牌吼，伊的这个厂房或者是讲银行呐，几乎拢被啥，被攻啦，哦，到个昨暗为止，平阳省。省内数大工业区几乎啊，全数啊来沦陷啊。那么，省团越南政府哦，啊，这个无锡暴民发射三这个发射三天啊。南海冲突升悬，越南民众本礼拜十一日吼。哦才伫个首都河内，而即个中国大使馆前举行着即个大规模而即个示威啊。那么抗议规模历年来罕见，昨越南民众前往各大外资厂商投资而即个工业区啊来抗议啊。那么大声的时阵，抗议对象是大陆投资厂哦，投资厂商啊，甲的时阵，大陆的这个干部。但是啊，到最后，大商的、甲工商的全部拢受灾殃啊！啊，那么大商顺清、哦，远东纺织、啊，甲华美等等这个工厂，拢传出遭受暴民伊的这个攻击了。昨昏吼下晡去，伫个即个胡志明市正北方伊个即个平阳省，就传出有暴民吼冲入去平阳省工业区内面的时阵，安尼啊吼，看到物件就攻啊啦，啊，啊无就抢啦，啊，由即个平阳省。各大工业区内面啊，是台商做生意、纺织以及着鞋厂吼投资的这个大本营。而且也算啊，聘用真多的这个大陆干部啦，吼、哦，长哦，啊，伫个尾啊嘛，台商都透过这个赖传出的时阵啊，包括台商顺清、远东纺织。画笔、等等，这个工厂，吼、哦，拢传出遭受到暴民的这个攻击了。有一间大江欧美，啊，甲名体育用品大厂，伊的这个大商伫咧讲啊，因哦，伫咧这个平阳省哦，平镇工业区内，哦，伊的这个厂房，一天内都被暴民。攻陷三遍就对了。第一遍，越南民众大声骑奥多麦，吼、哦，哎，孙阿娘拿着越南的这个国旗啊，入去哦，射枪，啊来叫嚣哩。第二遍，搁再侵入枪伤，哦，啊，再侵入这个，啊来攻这个招牌了，哦。第三次的孙阿报名，就直接啊来搬物件，啊，你甲想看麦，哈、啊。有真侪吼，台商吼，吼，伊也算安尼，交头接耳，相传就对了。昨暗哦，啊，搁有一波的这个攻击哦，大家吼惊到的时阵安尼，唔知要覅个宿舍，也是要覅个倒，吼，连的时阵电脑都唔敢开了，吼、哦，就是的时阵连夜吼，都离开着这个平阳省，官府胡志明。市
啊来投奔亲情朋友安尼啦。根据了解，有一间的孙啊，台商围墙哦，哇，真嗨啊！内面哦，围墙内面伫个啊做这个，算讲高大概有七十外名的这个大陆干部哦，伊在做干部了对，哦。那么由于这个大陆的这个干部平常时啊吼，对越南下算讲下属吼，比较的较严格啦。这个时阵啊，纷纷哦，被越南的这个员工哦出卖，啊，第一站啊嘛，传出至少吼有一到两名的这个大陆干部吼受伤，真严重，吼，被人拍到外国监视所，吼，啊，就越南人讲来，哦，目睭甲瞄者讲，这个，吼，啊，因为安怎讲呢？因为咱这个算讲。亚洲的人跟越南人拢差不多，拢差不多啦，是相差越南哦，肉较乌，肉较乌，吼、哦，啊，你都知影哩，吼、哦，也是那呢，算讲人因是越南人，所以因越南人唔敢拍越南人，啊，所以越南人出卖，吼、哦，将到这个大陆的这个干部吼，吼、哦，甲拍个是那外国监视所，重伤真严重，但是大伤吼，目前为止吼。啊，阁无传出有人身中大伤，哦，算讲有伤亡的这个情形啦，哦，啊，由于这个平阳县有真侪台商，啊，甲台资银行拢挂这个中文的这个招牌哩，昨下晡起，嘛有台资银行业者考虑赶紧吼，将到这个招牌赶紧甲，吼、哦。该下下落来啦，白白落来安尼啦。但是有一间银行招牌拢还阁无拆落来，就被暴民吼吼，啊来弄到外国监视所哩。看到中文都看板都弄啊了对啦，啊来十分安尼啦。那么昨暗本地台商，这个台商会吼嘛传出的孙安尼。外来政府吼、哦、考虑讲，和暴民发泄三天安尼啦，想集国内民意，传达对大陆政府啊来抗议。但是吼、哦，这嘛顶动工厂停工三天啦，和大商损失扩大。根据了解吼、哦，平阳的这个大商。大商会啦，已经甲平阳省政府展开协调，希望讲的时阵，平阳省公安加派人员啊来巡逻啦，并建议大商各大厂房赶紧挂出越南的这个国旗啊！哦，什么呀？啊，那么以求自保安尼啦，可怜嘛！唉，真是。那么昨传出遭受到攻击的有台资厂房、港资啊，甲大陆投资伊的这个厂商，但是日本的这个厂商几乎啦全身而退，哦，日本的拢啊无安怎啦，啊，因为孙安尼啊，中国大陆都因为甲这个越南伊的这个什么海域的问题嘛，吼、哦，好啦。咱就讲到这结束，期待下回同这个网络、同这个时间继续收看阿宏，无所不谈。再见，拜拜。